到底要不要主动告诉顾客这是个假表呢？这是粉丝朋友前几天邮寄过来翻新维修的，当时呢我就知道它是一个假表，但是呢顾客以为它是正品，我只负责翻新维修保养，我觉得没有必要告诉顾客这是个假表，不是怕丢了这个单子哦，总不能来一个顾客我就告诉他你带的是假货吧。后来啊，顾客联系我了，问我说手表是正品的吗？我说啊，这个表是高仿的。出乎意料的是啊，表友说知道它是假的，还是决定要翻新维修。那么表友们觉得我要不要主动告诉顾客是这是假表呢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，感谢各位。正好我手里有一只刚收到的利洛克，我们来做一个对比。正品内部做工注重细节，无论是螺丝还是垫片都做得十分的圆润，在倒角的位置呢也没有毛边，而仿品在看不见的地方做工就比较粗糙。机芯采用的是和正品结构一样的2824机芯，制动坨略显粗糙，表友们要注意分辨。我是钟表匠飞秒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记得关注再走哦。